喂，Hello，欢迎大家继续收睇东宵直播《全面战争：阿提拉空人》嘅最高难度啊！好啦，我哋琴晚玩到边呢？我哋咧琴晚咧，我哋已经咧系嚟到呢一个维京人嘅大本营嘅附近啊！我哋咧已经系咧企咗喺佢个城嗰度出边咧，已经系可以随时咧扫低佢啦咁样样。咁琴晚咧，我哋咧令到呢一个国家同埋呢个 Rugians 啊，同埋呢个 Venetians 咧，就系做咗我附庸嘅咁样样。咁而呢一个咧有呢一个呢个咁嘅小国咧有追兵啊，我烧咗两个城，但系咧佢追唔到我啦，我依家已经飞咗过嚟呢度，所以咧呢个拉打烧城嘅王道啊，咁样样啊，咁咧就一路咁样落去咧，咁我咧就会铲过去维京啦，琴晚都讲过啦，今晚咧我谂咧继续扫呢几个城咁样样咧，咁都我谂都今晚都系咁上下啦，咁呢个伊比利亚半岛咧都系啊，都系嗰句啦啊。成扎十幾隻喺呢一個咁嘅角落仔咧，就喺度搏緊我嘅，我喐唔到嘅。咁而琴晚咧，阿提拉咧亦都咧遇食身亡啊！俾咧呢一個咧咩國家呢、這個啊 Angles 呢一個國家咧，咁啊派咗個間諜過嚟咧，已經係殺咗阿提拉啦。但係咧呢、這個唔影據聞就唔影響我哋嘅進度嘅。呢、這個阿提拉死咗咧，我哋咧係仲有其他人咧可以繼承佢嘅位置啊！阿提拉已經黑白字喎，陰公。啊！欢迎啊！欢迎 Not Good 啊！欢迎 LKY， 欢迎阿娃娃，欢迎 Miu 哥，又欢迎阿 K， 欢迎阿 David 啊！欢迎咁多位啊！八点档开波系嘛 ？LKY 系嘛？准时坐定定。好啦，咁我哋咧即刻开始我哋咧呢一个洗城嘅游戏，我睇下点样洗佢快先。伤亡好大、哦，佢头先呢一个冲刺。诶，同埋咧，依家秋天啊，下回合冬天啊，啊呢、這个我谂咧，真系咧，砰砰声飞过嚟先啊！冬天咧，雪又积晒喺度咧，又行唔到噶啦。睇下先啊，呢只要补兵喎、啊，但系呢只过去啊，我想攞个间谍过去望望啊。其实佢呢个城咧冇兵噶啦，嗰啲兵走晒，我唔知点解佢会要走，佢走晒过嚟呢度咯，走佬啊佢两只。我睇下先，佢走佬我唔理佢啦。呢个咪大城，呢个唔系大城。我呢个合共过都系过唔到佢啦。啱啱好似打完佢，咁啊冇乜办法。咁啊都系烧咗佢算数咯，烧咗佢算数啦。Leo，hello， 欢迎你啊 ，Leo 2788，欢迎 Lee J， 欢迎你啊 ，YKWU，hi hi。阿 K 友将嗰啲咩嚟噶？呢、這个新翻嗰张图啊，系嘛？都要靠咁鬼细张，你嗰张睇唔到喎、啊，豆丸咁细张。Bandai 真系读 Bandai 喎、啊。Hello 啊，之前啲 game 完全玩唔掂，有冇咩教学教下小弟、啊？哇，唔敢当大佬，即系因为教学嘅话咧，我真系咧，即系点讲啊？冇咁诚心写教学啦，但你有啲乜嘢咧？譬如有啲乜嘢游戏玩唔掂嘅地方啊？具体嘅问题咧，你问我都答到你嘅，真系啊！我自问阿提拉咧都唔系专家啊，我都系依家我都系近期先发现咧，嗰只咁样嘅呢啲咁嘅 Steppy Raiders 咧系空人里边最好用嘅骑兵，我近排先至发现，之前我仲喺度系咁出啲单人文阵呢啲咁样咧，其实垃圾嚟，我想讲行得太慢啦 ，rush 唔到人哋嘅。啊、不過就睇下你玩咩難度啦。我自己玩呢、這個 Legendary Mode 咧，就一定要速度優先嘅。你一定要突到隻王出嚟，咁所以我先要話呢個 Steppy Raiders 咧先至咁勁。係、哎、啊，好在都駐扎到。阿鬼死以為又中槍。睇下先啊，我冬天咧要咩噶咯喎？我要飛過去喎，而家我如果唔咩嘅話，就行唔到過去。哎呀，咁鬼错添！呢度可唔可以呼应到啊？呼应到喎、啊，我可以喺度咧驻扎，撞你个鬼！我发现喺度驻扎喎，冬天大佬系嘛？驻扎住喺度，冇唔会扣兵啊！驻扎住喺度，跟住我呢只行唔到啦，啱洗完城，冇办法啦。我望下下边有啲咩兵先啊，好似咧下边咧蠢蠢欲动啊！我后边嗰只间谍去咗边咧？原来呢只已经后边嘅间谍，上面嘅间谍已经行咗上去，咁啊呢只应该呢度望喎。
我睇下佢多唔多，答唔答？有两只咁嘅废拉柴，咁你等死啊！不过我唔会喐你住呢两只，你自己走开啊！你自己走开，我唔会嘥兵力，我走去洗下其他国家好过啦。我睇一睇下先。啊，呢个国家咧，我想望下佢有啲咩兵喺度。呢个 Dings 系冇兵嘅，咁佢啲兵去晒边啊？傻佬嚟嘅，冇兵的。不冬天就冬天可能过唔到去啦。睇下点啦，冬天呢度全部都系积雪嘅会。睇下先，就咁样样先。呢度间谍嚟到呢度 ，OK。呢个伊比利亚半岛咧，睇睇先。呢个间谍我要上去捉佢嘅间谍，不过够快。佢依家仲黐住我啲部队度，搞紧我啲部队，我行到上去呢个turn，下个turn先得。我有间谍咧，俾佢打死咗啊！一招唔招得翻只间谍啊？定系话其实间谍冇死到，养紧伤？我宁愿佢死咗佢，俾我招即刻招翻只得唔得？四四未死啊，伤咗咋？即系仲要好长情啊！呢度有一只，搞佢唔掂啦，咁多只呢度系咪先出事啦？睇先，呢个起埋佢先。使唔使炸炸佢？有冇得炸？应该话咩喎 ？Barbarian map 喎。有张地图啊，大佬玩文明五啊，杀 Barbarian， 杀啲野蛮人有地图拎个黐线 ，Barbarian map 都有份喎，真系搞笑。OK， 起埋呢、這个，起埋呢、這个，诶、哎，都唔错，炸炸再炸炸佢先，诶、哎，又有人用咯，诶、哎，哇，小白脸，啊，激情无限，哇，点解离亲都系男人，你个女人唔得嘅，三个 growth。睇先，直步啦，唔使谂啦。跟住呢个 Commando Brown 啦，炸炸佢先。OK， 下边应该唔会过嚟嘅，我估。哎，呢度死咗个阿提拉又惨啊，唔知佢下回合会唔会又杀多个？先炸炸佢先啦 ，keep 住炸啊！依家要两个 growth 起唔到啦，等一等啦。跟住呢个唔想起，其实呢个我唔想起。啊，同埋咧，我唔記得咗啊，有樣嘢未做啊，撳下，我有樣嘢真係唔記得咗做，就係咧生多隻，得個部隊廿四，佢係一生唔到啊，點解會生唔到咁得意啊？係咪因為我起咗嘢？係喎，起咗個 battering ground 喎，都好嘅，有用嘅。等一等先，等個戰士可以緩和少少先。我諗住掃埋維京，我諗住咧呢度咧谷夠四隻一齊行啊？點解咧？因為咧有。我啊咁样谂下，我阵间扫完维京，我再扫埋呢个打到丁蛇变做芙蓉咧，翻翻嚟同我大部队汇合，攞一队精锐走好、哦。咁我啊四队行，跟住另外嗰只就掉低喺呢度算数，咁都 OK 喎、哦、喂，好似 OK 喎、哦，咁样样系嘛？就咁决定啦，暂时系咁样谂先啦。我搞埋呢个内政先，四个 growth 起唔起好啊？依家好啦，起埋佢啦，起埋佢啦，起埋佢啦，冇俾佢啦，炸紧都减士气啊，唔系啩？有冇炸噶喂？升级喎，佢话我部队咩升啊？揿咗佢先咯，跟住炸炸佢先，佢要炸噶啦，要炸未啊？炸晒，跟住五个 growth 喎，五个 growth。啊！出埋车仔先啦，不如一个 growth， 呢个唔使炸埋先呢队，炸埋 ，OK， 就咁啊。内阁冇得搞啊，应该系话，仲有冇得搞？呢、這个冇升级冇啦，老屎忽都收皮啦。你做咗咁上下老屎忽，你都升唔到啊！你老死啦嘛，因为你十中城、九中城、六中城，哇！都唔低喎，中城七中城呢、這个咧十中城有啊 ，end the turn 先，睇观众讲咩先 ？LJ Wargaming 战漫世界17号正式上市咁样样喎，啊，冇摆到，我觉得冇咩人会加入喎，战漫世界唔够战车世界咁成功啊，真系争啲嘢，我觉得。啊哇，寻晚阿提拉系咪香咗？香咗啦，已经。啊！俄罗斯地区春秋冬都落雪、哦，系嘛？系啲雪未融啊，春天
秋天就未咩嘅，秋天就未落雪嘅。你见我依家呢度未落雪，佢走喎、啊，佢都知佢自己大限将至啊，走定先啊，啱啊，喂，咁搭友行出嚟，好在间店望望啫。O.P. 哈喽，欢迎你 ，Simon 东少睇嚟咩？我咩咩 fans 冇啊，我唔系啊，我冇，我其实我有人啊哇哇哇贴张相问我话诶。有啲咩嘢有咩意见评论下，我都唔想讲啊！我冇感觉喎、啊，对佢哋嗱一个咧，嗰、那个姓黄嗰个就交嘅，姓刘嗰个就傻嘅，有冇好讲啫？我同埋我想讲，我唔系佢 fans， 千祈唔好误会。我觉得咧，即系点讲啊？嗱，即系你咁讲咧 ，Simon 哥，你咁讲，我回应下你啦、啊。啊，之前我咧评论过流马车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真系唔好话非黑即白，有啲嘢，即系你好听到我讲，好似咧讲到流马车，好似有啲无辜啊咁样样咧。但我话俾你听咧，佢一个傻佬嚟，个傻仔嚟呢个呢条友咧，佢本身精神有问题，跟住咧又想博上位咁样样，咪又系想博上位去出名嘅人咯，咪又系我，所以我对我有咩好讲？一个傻佬一个。咁但系之前我讲嗰啲咩西游俱乐部嗰啲咧，即系想同你讲翻，同你大家讲翻，点解依家香港嗰个咁嘅社会扭曲到咧，系正常人咧系讲啲黐线嘅嘢，黐线嘅人咧讲会讲翻，反而讲翻啲正常嘅嘢，系咁样解啫。更加深入嘅讲法咧，我就唔多讲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再讲深入啲，有少少道家嗰样嘢咧，即系譬如诶点讲啊，道家咧就讲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本性性格嘅，你要一个大原则去统一所有人嘅性格，或者系统一所有人嘅特征咧，咁样咧系逆天而行啊！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乜，即系如果用西方嗰套咧，就系、是、咧社会学嚟讲咧，就系、是、话你咧每个人咧都要经历呢个社会化嘅过程，但系咧。不同人咧喺唔同嘅 context 之下咧，佢系可以有唔同嘅化学作用嘅。依家咁样一个情况咧，依家就系因为社会上大部分嘅人咧都系正常人，咁你有个咁嘅傻佬喺度，咪觉得佢好似异类咁咯？但系其实谂翻转头，只不过系因为嗰个社会上咁多人嘅特征系相同，所以咧先至话有所谓嘅社会嘅主流意见或者主流嘅做法啫嘛。你谂下，我觉得即系件事冇话一定边个啱边个错，啱同错都系相对嘅。我系想咁样讲啫，但我唔代表即系我真系唔好话啲嘢唔系非黑即白。我想讲，即系有啲嘢你谂谂，你又知点解我会咧之前讲话咩评论，但系我唔会再讲呢两条友噶啦。我自己主观嘅睇法咧，就系一个交嘅，一个傻嘅，有乜好讲啫？系咪先？真系啊，唔讲呢个话题，唔讲啦。希望咧呢个话题咧点到即止，就到呢度完结啦，好嘛？我唔想再讲啲嘢，真系系咪先啊？即系有其他嘢好讲噶嘛？系咪啊？即系啊，关心下政治啊，关心下譬如可能关心下啲打机有啲咩新嘅新聞啊，嗰啲有好多啊，系咪先啊？蓝娘又话可以用手机玩啊，系咪先？有啲个我都好期待啊！蓝娘点用手机玩？如果可以用手机玩咧，咁啊好啊，应该一早又佢要咁样做啦，个官方系咪先啊？即系我唔想喺度讲啲咩什么道理啊，要讲好耐啊，咁啲同埋我打机频道，我唔会咁想讲呢啲嘢，真系。但系阿 Simon 哥咁样咧啊！讲完又讲嘅，我佢咁样咧，我被逼要回应一下咁解啫吓。你个点到即止啦，呢个话题，我哋讲翻我哋其他嘅题目啦，好嘛？啊，睇下 Hitbox 讲咩？阿 K 话啊，唔系 Ben， 我 Ben 呆，睇下 Ben 呆讲乜先。Ben 呆话咧呢个之前玩轮咩啊？之前玩轮巴底人啊？哦，轮巴底人一开始玩又冇乜嘢，但系哇吓嗨嗨屎，想同我半边打太多城，太多兵唔够钱、哦，咁啊你扩张太快有问题、哦，你系要即系你要守住你嗰个区咧，你系要有一定嘅兵力吓走人哋，同时你又可以守得住自己喎、哦。电脑咧，你首先你有一个概念咧，就系、是、呢只 game 咧最大嘅入战数目咧就系、是、咧攻方四只，守方四只。你在这个想法之下呢，你去扩军呢，你就大约知道你扩军扩到多少就先安全。如果你譬如你有四五个城，你得一两个部队呢，你死硬是死硬，
因为人哋可以三只围你两只，你已经收咗皮啦。你都唔系唔得，你可以玩防守，即系黐埋佢成防守，咁样都可能有一打。但系咧，咁又唔长治久安，因为咧人哋都够姜三只过嚟抽你噶。咁你咧要最好咧，我觉得咧，你最好咧，譬如可能两只、三只咁走埋一齐咧，三只可以互相呼应嘅时候咧，咁你安全好多。同埋咧，电脑嘅行为模式咧，就系咧，当你佢见到咧你够咁上下兵力集合埋一齐嘅时候咧，佢就唔敢过嚟喐你啊，佢会喺外围都行嚟行去咧，变咗你就算10个国家酸你咧，你都唔惊啊。包括埋叛军吓咁样样，你可以参考下。我唔知你明唔明我讲乜，我讲嗰样嘢有少少似 stronghold 啊，即系你打 stronghold，你打只 game。我唔知你知唔知咩叫 stronghold 啊？如果你唔知咧，你可以上网查，即系话你用一定嘅兵力咧嚟吓走咧敌方咧10倍嘅兵力都可以嘅，即系唔系吓走，系令到佢哋唔敢过嚟攻你咯。你可以参考下，即系呢个系电脑嘅啫，电脑嘅行为模式嚟嘅啫。呢、这个同玩家打系冇用嘅，冇 stronghold 呢样嘢，同玩家打系另外一种嘅模式嘅 stronghold 嚟咯。Jacob，hello 啊，Manfred，hello 啊，Andy，hello 啊，Android 有冇唔同？我都唔知呢、这个吓。阿 K 话直连 DMM 多数系一样，可能要用电话开 VPN 仲衰添啊，嗬？但可能方便日本玩家就 call 系嘛？一出咩啊？出平板，手机玩唔使瞓系嘛？Penny 政府人人有份咩啊？娘家话事系嘛？收已经收到死喎系嘛？屁 game 系嘛？呢、这个咩啊？Warhammer is coming soon 喎，Simon 話 Warhammer 唔玩啦，喺度玩 Arena。今晚我玩 Arena，可唔可以唱 Hello 啊？歡迎你啊！喂喂，唔好傾咁多偈住，打埋佢先。睇下呢個我哋呢一個咧，Angles 呢個國家，呢 個國家知唔知喺邊度？喺呢度啊！我啲大部隊咧就喺佢門口啦，跟住佢一日急急求我呢條友答答我，佢仲要我收我1000蚊喎，係咪傻佬嚟呢個？唔使投票啊，係直接否決。我唔会接受佢谈和，真系。阿 K 话咩？肝脑火进度快好多。喂，你知唔知？其实咧，我想讲咧，我一路咧都系用手机玩呢个纳凉噶，你知唔知啊？但系咧，我系咧用呢个remote desktop 咯，即系话咧喺手机度咧可以显示我个电脑嘅桌面啊。利申我系 3G 嘅，我唔系 4G 嘅。3G 都可以咧玩得好快啊！啲人话用 TeamViewer 咧，我喺听咧系傻噶。你要用 3G 咧，话用 TeamViewer 玩咧系冇可能玩到啊，慢到死，打演习打几个钟头。我用咩咧？用一只软件叫 Splashtop 咧，因为佢食资源食得好少咧。我咧 3G 咧，我喺譬如喺地铁啊，或者搭巴士啊，高速行嘅时候咧，佢都可以咧。即系总之就俾你玩到咯，即系唔好话好快咁样样。即系我以前我翻工放工嘅时间咧，一路行住一路就揿纳凉啊，即系点教我资源储得咁快咧？我系用呢一个你可以参考下。可能佢依家出手机版咧，佢都系咧个 VPN 咧搞佢唔掂啊。你反而电脑用到 VPN 啊嘛，系咪先啊？佢哋最用第二个网 Andy 出到联合舰队，集 cop 话出到噶。你譬如用 TV 或者 Splashtop 咧。佢有个模式呢，一个手势模式，另外一个就滑鼠模式呢。你转个模式之后呢，你将你个滑鼠摆喺佢嗰个掣嗰度呢，佢呢就可以呢俾你呢拖过去噶，出到噶。我改嗰、那个改工厂啊，工厂嗰个改造嗰、那个装备呢都一样改到噶。你转个手势得噶啦，用 Dolphin、K 话系嘛？我睇翻只 game 先喂。佢要 success 喺边唔俾人 misdirect 添？倾个太耐偈啦，take your hand 啊！我琴晚咧，我记得咧，点解要一定要烧个城先咧？因为咧太多光棍啦，我哋太多光棍好惨啊！终于有老婆啦，你个都有老婆啦，依家38岁阴公，好心整翻件啦，真系 take your hand，OK，哇，全部系老婆 take your hand，呢啲先系老啊嘛，真系。我唔系暴君嚟啊！我都好重视呢个部下嘅呢一个咧，呢、这个咧个呢个人生嘅幸福噶，系咪先啊？OK，好睇下先，我依家可唔可以行过啊？请问，会冻死啊？会冻死，但系佢冇冰喎、啊。想讲呢条河唔行过去就好嘥、啊，真系烧咗佢好、啊。我睇下行过去望下先，佢应该冇冰噶、啊。确定啦，冇冰啊，你死啊！
That's it. That's it 啦，只間諜都話 that's it 啦。嗱，我可以行過去，不過唔知可唔可以一隻圍得死佢啫。哎，撳錯 mode 添。我呢隻傷啲啊嘛，點計都係。哎 ，Wujian，Wujian咩話？呢個乜鬼嘢？走過嚟起城喎，我燒完佢又過嚟起喎，咁鬼醒目嘅佢。哈哈，物盡其用啊！我睇下先啊，一隻夠唔夠燒你估？ 试试佢先啊！啊，定系会唔会俾人围翻转头啊？喂，呢度有两队喎，好恐怖喎！我哋行两只过去好啊，喂，大佬，喂，多人喎、啊，我呢只过去唔好喎，行到两步就收皮噶咯喎，哇，全部都骷髅头阴公，行啦都要行啊！哎呀嘢，唯有保护自己安全，哇，死好多人阴公，冇计啦，冬天。 呢个欧洲冬天啊，咁上下。OK，收佢皮啊！佢应该有其有兵喺外地噶，唔知佢边度啫。佢死硬啊！咁我呢个国家又收芙蓉啦，冇计啦，因为唔知佢啲部队喺边清唔到噶。啊 ，not good。 Not good 问我值唔值播 Arena 喎、哦？呢个啊，迟啲睇下点啦。我觉得最大问题咧系你连过欧洲 server 之后咧，仲有冇频宽可以直播到 Arena？ 我唔知得唔得啊？要试试，要试试先知呢、这个。如果解决到呢个问题咧，应该都可以，希望可以啊吓。好，set 咗先啦，set 50级啫，呢啲指定动作啊。 阿 Lee J 话咧，其实东少都算多人睇噶啦。我见大部分人都冇东少咁多喎，系嘛？哇，多谢你安慰啊！你知我一直我开台开咗2年啦，我一直咧都觉得自己个台冇乜人睇嘅，真系。<笑>因为我啲玩啲 game 又冷门，我又唔识上位，唔系唔识嘅，我唔想上位，即系我唔想用嗰啲方法上位，系咪先啊？冇乜人识我，其实。即系我好老实讲，我即系话诶，系嘛啊？我啊都系。 打埋 game 先啦，執住 game 啫啦，呢个唔好讲咁多口水，今日咧又太多口水啦。诶，呢个系一住宅啱啊！啊，转咗做芙蓉之后咧，回兵都快啲。嗰个军营喺咪度？我军营好似唔喺度，喺后边喎。啊，但我又唔想喐喎，而家咁冬天咁样点喐咧，大佬系咪先啊？啊，唔系喎，但系我喺呢个保护国里边咧，应该咧回得好快喎啲血。 我都可以行喎，我觉得过去有照应喎。有啲咩冬瓜豆腐系咪先？诶，回得好快，一个回合搞掂晒。我军营喺呢度喎，其实回唔回得晒？其实回得晒应该。两啊，春天啦，春天我唔喐啦，又未融雪，上面有多部队啊！哇，真系咁鬼多嘅喂，会多仔啊 ！Tattoo 嚟喎，好鬼恶喎，啲咩嚟噶 ？Elite Nordic Warriors 喎，维京。 维京步兵喎、啊，喂，真系睇下先 ，armor 53，哇 ，short 咗 ，armor 53，mid defense 23 ，armor 53，喂，我啲剑兵唔够佢嚟喎，好鬼劲，我啲维京步兵，系、啊、armor 我36啫嘛，啲斧头唔够佢嚟喎，哇，黐线嘅 ，armor 53，佢装甲 53，铁甲万能盒喎。 哇，好劲喎！呢啲劲抽喎 ，heavy melee infantry 喎，重装步兵喎，哇，会唔会唔够抽？哇，啲咁鬼似嗰啲咩嘅？嗰啲揸住火枪兵嘅黐线咯，时代错乱，斧头兵，喂，全部 tattoo 嚟喎佢，喂，坚抽喎呢队，好难搞喎，谂下先，三只一齐行一定要，一定要三只一齐行，同埋等融雪先得。 唔用雪行埋去又冇咗成橛咧，好鬼痛，系咯。我想行埋去呢度望，我要咁样行过去。我原来咁样嘅条路系咁样穿过去，因为我要烧咗呢个城先啦，系嘛？嗱，丁就醒目啦，佢啊咁样行过嚟。原来佢走啊系有原因嘅，咁样样嘅谂住行翻转头先望到啦，佢只船喺度。哇，呢个难进军喎呢度。 都唔易喎、啊，嗱、啊、呢、這个嗱佢、啊、有一队喺出面，所以我都话捉唔晒，你落唔到水。嗱呢队有一队喎，所以都系要咧芙蓉国噶啦。咁样情况喎、啊，依家咁样情况，如果有四队一齐行啊，好啊。
四队一齐行都系争啲。Wagon Maker 整个减五 integrity 呢个定系呢个好啦？加 10%， 我依家记得 industry 即系加300蚊啫。呢个咧呢加400蚊，梗系起呢个啦，傻佬。不过系起四个 turn， 我肯定会驻扎四个 turn 噶啦。呢个都系四个 turn， 算啦，揿咗先。迟早有日会起好嘅。好，跟住准备整翻啲劲啲嘅部队。我惊唔够打喎。但系冇钱啊，讲呢啲，唉，储下钱，储下钱开多队好过啦，或者系开多队喺度，储下钱，储下钱开多队啦，唔好搞呢啲小动作。睇先，睇翻伊比亚半岛先啦，啊唔系，我仲有一只间谍未喐，我记得，望望先，我仲有一只间谍呢度系咪喐咗啊？原来 ，OK， 好啦，睇下伊比亚半岛先。佢杀咗几个之后，佢依家咩喎？做咗我朋友喎，原来我可唔可以过去杀翻佢噶？系唔系我得噶喎？喂，啊不过算啦，唔好啦，冇理由搞佢间谍，阵间又交互咧，阵间又酸我就唔好啦。啊嗰、那个啊佢嗰只间谍自己撞墙死咗，超搞笑。我过嚟望望先。我另外嗰只间谍知道咗边咧？仲未伤完喎，重伤喎佢应该阴公。哎，有得起啦！呢个整个咩先啊？整下车仔，推车先。有冇得炸佢啊？依家73C有得炸喎，仲炸唔炸到？依家哎，炸到啊！喂，炸佢先啦，食下烧鸡。睇呢个先，炸埋佢，搞掂。呢个炸过啦，应该炸过，唔可以连续炸。屁股都开花，睇先，两个 Grover 搞掂，呢个要炸呢个烧鸡，好，跟住两个 Grover 士气多少，唔多够啊，有冇得再炸？炸开有个人啊，喂大佬，再炸啦！一全部喺度直播推车咧，冇人有士气啊！一定要炸，纠正歪风啊！咦，我只间谍出翻嚟咯，咩嘅系而家喺度嘅喂？你有随意门嘅喎，佢飞咗出嚟，我喺下边俾人杀，佢喺呢度出翻嚟，你啊犀利喎你！好啦，咁样样，既然系咁样样，我想上嚟望望，我从来都冇望过上边到底咩情况，我见到一只喺度。哇！诶，佢呢个国家有两队喎，哦，内场中干咧18只，应该黐晒喺个城度，应该系得咁多啊！我转头过去灭佢啦，可以行开嘅时候咁样样 ，OK， 睇睇内阁先啊！哎呀，弹弓，话说咦，完咗咯个任期，系、哎、喎，老屎忽冇晒点数啊！老屎忽已经6个忠诚、哦，要揿佢喎，诶、哎，多老婆。诶，有冇人咩啊？未结婚啊？呢、這个啦，诶，转头揿佢先结婚。结婚是大啊，原来我真系好多时候唔记得揿结婚咁样样。睇先啊，你搵你老婆啦。哇，门嘅另外一边咁鬼远都揿呢个6忠诚，有个7忠诚啊，我记得呢个咯。有冇老婆咩啊？有点数啊，38唔够啊，38。040啱啱好喎，揿佢先，好揿埋佢，好收工，边个 turn？ 阿观众讲咩先？啊咩啊 ？PSV 蓝娘回合制，仲有你又可以俾深海凄蓝爆谷喎、哦，咁我哇话系咪啊？回合制，哎呀，我间谍啫，吓鬼死我，又有部队过嚟，出事啊！有部队啊！喂，我唔记得 back up 啊！喂，死咯，我玩咁耐未 back up 啊！喂。紧急开翻个 backup file 出嚟先，黐线！今日完全又唔记得咗 backup 呢回事，以为自己玩到好鬼劲，随时有意外呢个世界，真系呢、這个工人系唔讲道理啊！佢行一个嗰边，我缩埋一嚿，哦 ，dance 咪两只翻翻嚟，哦，缩埋，哦，缩翻埋去 ，OK， 咁样样，争啲唔记得，唔倾偈住，未 backup 啊，大佬。日日都唔记得开个 backup 个 file， 死得啦真系。睇先，啊呢度
copy 先，好啦，very nice 啊，呢、这个，喂，呢度搞乜鬼啊？我佢到啦，哇哇哇哇哇哇，好彩我 back 咗啫，哎呀，老老去蚀黐线，啊都话，诶、哎、打 stronghold 咧有个问题，你需要嘅兵力咧都咁上下，好似我咁呢一个围咧，知唔知点解俾人围啊？我呢度得一队半嘅兵力，佢有三只过嚟咧就可以咧打你啊！你打 stronghold 就唔可以咁样打啊！我呢度依家不嬲兵行险着，所以我谂下，哇，好似咧出出地事喎，所以我咧先至咧紧急要咧揿翻个 backup 出嚟。依家咧好彩我 backup 得切咁样样啊，因为佢有三只，你起码咧你要有三只喺度咧，先可以吓到佢三只，系咪先啊？咁当然啦，你三只唔系净系吓三只啦，你可以吓 A 国嘅三只，亦都可以吓 B 国嘅三只，再吓埋 C 国嘅三只，即系人哋有九只喺出面围你咧，佢哋唔敢过嚟嘅。真嘅，你所以你用三只可以吓到9只，或者18只，或者27只。我试过系可以吓到咧20几只嘅。咁样，但系咧，因为呢度咧，我未砌到三队咧，就出事啦，就要捞啦。啊，DJ 上位方法讲呢啲，Simon 吓，咁右上角左边算过第二个，又可以睇到间谍位置，系嘛？哦，咁样样。转头睇睇先，我睇下观众讲咩啊？咩啊？出用海豚咩38岁咩料啊？啊，条友呢条友38岁，食个靓饭，大魔法师喎、啊。啊，条女38岁，几时玩 AOE？集 comment 我，你好想玩 AOE 咩？你想玩 AOE 啊？原来 啊，Lobby 话其实下次玩乜定再投票嗱、啊。老老实实，我以前好鬼想呢，就呢将个投票呢就做定制嘅，即系话呢玩完一只 game，大家投票投下一只。不过呢老老实实，我打完 Witcher 3之后呢，投票投睇阿提拉嘅观众呢，几乎有一半唔见咗，佢都唔睇阿提拉嘅，大佬咁播嚟把鬼啊，真系系咪先啊？咁我想讲嘅投票呢个前提系你投完你要嚟睇先，而家投完又唔睇咁样想点啫，系咪先啊？我呢啲又唔系话呢收你哋钱嚟做直播，系咪先啊？咁我亦都唔系话有一个必然嘅责任系要俾你哋投票，或者系呢履行呢一个承诺噶嘛，系咪先啊？即系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呢投完票嘅人又唔嚟睇喎，咁即系想点啫，系咪先啊？咁我所以呢，我谂呢。暂时呢个投票呢一样嘢都系各自如先啊，真系 啊，back up 啊，man fat，好彩你睇一提我啫，我自己都记得。你阿 John 话嗰个90000几人睇咧，嗱嗰段片咧，我咧嗰阵时未做直播嘅，所以我有阵时有谂咧，其实做直播啲片咧，嗰个浏览量咧仲少过呢一个做 YouTube 啊。你 YouTube 嗰阵时点解咧？因为我系透过一啲平台。系都放过段片嘅，同埋呢嗰阵时咧《三国志》嘅片好少啊，冇乜人整出嚟。咁你一整出嚟呢，睇个 title 呢，我其实呢话俾你听呢，我自己睇个统计呢，最睇得最多嘅人呢，就唔系香港人嚟嘅嗰段嘅中宣公嗰段片，就日本人同台湾人。所以呢，我话俾你听呢，如果我真系要搞大直播呢，我净系纯粹我系呢，即系用呢、这个玩呢个直播呢，嚟去譬如去令到更加多人睇呢，我一定唔做香港市场。我话你听，我一定会走去台湾或者走去日本啊，whatever，走去其他地方度做。香港太细个市场嘅，我以前都讲过。不过呢，即系呢，我都讲过呢，点解我要坚持喺香港度播呢？因为有其他原因嘅咁样样啊。不过呢，就唔好讲呢度，又要讲个大片系咪先啊？即系我就话翻俾你听，所以呢一个。YouTube 刷數喎，OPEC 就唔係啊嗱，OPEC 我話你聽，我同你講呢，我1蚊都冇俾過 YouTube，真噶，我亦都1蚊我都冇俾過其他人幫我宣傳。我話你聽，如果我真係出錢俾人宣傳呢，我依家頻道呢，起碼有100個觀眾，我話你聽，最少100個觀眾，唔會依家得翻依家咁樣40個啊！我話你聽，真係 我從來都冇俾過錢，我做咗2年啦，你諗下。做咗2年，得嗰几廿个观众啊，真系接咗佢啦个台，系咪先啊？呢、这个效率太差，但系我唔会谂住咁样去做，即系我系想揾翻啲真系咧，点讲啊？真系大家中意玩嗰只 game，即系大家会倾下，系嘛？倾下偈咁样呢啲好啊嘛，大佬啊，唔系净系数目就取胜噶嘛，唔系所有嘢系咪先啊？即系又死死符 AOF 要潮玩，系嘛？AOC
冇投票都嚟睇 Penny，投咗票啲人唔嚟睇呢，系嘛？咩啊？Lobby 冇公布直播练得太耐喎。喂，练系咁练噶啦，你以为咩啊？你以为玩简单模式啊？简单模式唔使练啦，即刻落场啦，系咪先啊？你系要练嘅喎，呢啲 game，你 Legendary Mode 啊，大佬系咪先啊？Legendary Mode 有几多个人玩啊？你谂下，网上有几多个人玩 Legendary Mode？有冇人同你讨论 Legendary Mode？好少，极少。空人 Legendary Mode 冇乜人讨论嘅，空人啲人就系话，哎呀，好难玩啊，唔识用骑兵咁样样，就系停咗喺度咯。我话你听，骑兵好鬼易用，不过个问题咧。因为呢个 game 咧比较小众咧，你同人倾咧都冇乜嘢好倾，即系你同出边啲人倾啊，冇乜人同你倾啊，又觉得你哦系好劲啊咁样样啊，跟住咪接埋咁样样咯，冇乜嘢。所以我做直播咧，我呢啲咧，我一定行我自己条路嘅，我唔会理人哋点睇嘅，即系我又唔系话好，即系完全唔理人感受系咪先啊？即系我意思，我会行翻自己条路咁解啊？呢、这个咩啊？Man Fat。成日上 YouTube 唔見到有廣告，我要賣廣告，我真係唔止呢個人數啊！話你聽，我冇賣廣告，從來冇賣。阿 John 話太少人會玩泰略 game 啦，香港係嘛？係真係台灣、日本多好多，日本有好多啊！有一睇後台，有一睇咧，你嗰個觀眾來源喺邊度噶嘛？Andy 因為大家投只爛 game 搞到熱戀咁耐，咁啊唔關事啊！我覺得之前都話有好多人話想睇我玩阿提拉嘅，啊呢、这個咩？呀喂，hello 啊，阿话又想见到基连喎，咁样样喎，系嘛？吓呢个可以留名跟进先啦。呢个我冇倾咁耐偈啊，今日倾咗太耐偈啊，喺度出事喎，我发现呢度系会出事啊。咁点搞咧？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咧？行动力用晒，啱啱用完，即系我呢个 backup 系呢一个点啊？有咩方法解决啊？三只过嚟，雇佣兵噶咯。要用雇佣兵噶咯，依家解决方法我觉得，首先短线一定出翻多啲兵先啦，出翻多少兵。但系问题佢唔搞我下边，搞我上边嘅，点解会？呢个炸弹有排拆，我觉得。我试下咁行过嚟先。最惨就系佢。我冇只间谍喺度睇咧，原来佢已经行近咗一步啦，佢睇唔到嘅呢个真系，我行多只上嚟，跟住呢度招兵先，爆煲啊！我依家 separators 啊，爆煲啊！真系，跟住啲部队升级先，搞到我想开多队咧，都开唔到啦，真系。开多队开唔到，冇办法，全部逼住升级啦，斧头兵。依家最快手嘅就系做呢样嘢，一升个级之后咧，你冇钱噶，即系你冇收入啊。升埋佢，升个级之后咧，电脑会嗰、那个，即系你嗰个 power projection 啊，即系你嗰个咧显，电脑喺你嗰个。兵种嗰、那个，即系你呢啲部队里边显示嘅力量呢，佢有个后台有个数据噶嘛。你升级咗之后呢，个数据呢飙升咗嘅时候呢，咁佢就唔系太敢过嚟咯。我就系做紧呢样嘢，咁样样，你估可唔可以阻止到佢嗱？我估到问问地，再请啲佣兵先啦。请晒六只啦。啊，即刻摸几千蚊啊！呢、这个回合几快手，仲有冇啊？喂，有啊。揿埋佢先，紧急招兵，跟住冇计啊！呢啲真系冇计啊，俾人食住上。咦，仲可以整到几只喎？依家我系咪有两大队啊？一二，咁样样情况，整只斧头同整只骑啦，OK，哇！真系好食钱，不过冇计，你系要咁做，试试佢先啊，试下有冇用啊？希望有用啊，应该有用嘅、啊。听个 turn 睇下咪知咯。DJ 转眼间用咗平板嚟睇，系嘛？好啊，平板舒舒服服系嘛？Not good，如果打简单同普通冇兴趣嘅，唔好玩咯，系嘛？佢间谍嚟搞我，睇下嗰个咧，
嗰个国家嚟唔嚟宣我？你唔嚟过嚟先啊？听呢位只机冇中国 market 喎、啊，咁我呢个频道系主打战略游戏噶嘛，咁啊天下街嘅战略游戏我都要玩尽佢，其实我觉得一样嘢真系，所以咧都要迟早都要玩下呢一个系列。阿 K 又可能投啲人咧咩社，啲人投啲人社会人冇时间睇、啊，我都系可能之前练得太耐冇开 post， 但系咧如果真系有跟开我 follow 开我的台，你都应该见到我开台啊嘛。咪各种原因啦、啊，系咪先啊？你冇可能要求嗰个观众咧全年365日日日抱住你个台啊嘛？得嘅呢啲系嘛？咁冇嘅呢啲系咪先啊？自然流失呢啲好正常啊。阿 John 咧就话大家觉得光明策略惊多人玩啲定全战多人玩啲啊？梗系光明啦，光明。我第一秒已经答到你，因为咧上手易啊，上手难易度决定一切。你要求其揾个人。佢唔係好識打戰略遊戲，同佢講全戰系列，你估佢識唔識玩啊？上去一拎佢上手啲部隊，左呢只都唔知邊只搭邊只，行過去又麻鬼煩，跟住陣型又唔同，跟住又俾人圍咁樣死鬼咗，係咪先啊？咁又都玩完啦，同埋第二樣嘢寫英文，英文已經令人卻步啦，好多人玩三國志點解寫中文啊嘛？係咪先啊？即係呢個好重要啊！即係。同埋佢三國嗰個題材咧，好多年啦，一定係光榮嘅呢個策略 game 多人玩啲啊！我一秒唔需要一秒已經答到你呢、這個兜翻槍重水 man fat 話 ，no B 戰略遊戲需要思考，香港人唔太中意啊，冇乜人識 EU 咯 ，how iron 呢啲都大陸打落台灣先人講係嘛？啊 no B 識㗎啊 ，no B 咧都係咧，應該都係咧呢個咧戰略遊戲玩家嚟嘅呢個。肯定歐明啲 game 係嘛，但係死剩無傷啦，係嘛，冇好嘅策略 game， 咁啊真嘅呢個 John 剩低三個字條信將不斷抄爛飯。誒啲三個呢個題材應該好悶，啊你唔好講喎，大陸手機市場你知唔知咧？有幾個有18句真言啊，其中一樣嘢咧就話俾你聽咧，大陸嘅手機市場咧，你嗰出嘅手機嗰、那個主嗰、那個遊戲個主題咧。唔系三国嘅主题咧，就系、是、呢个西游记嘅主题啊！你呢两样嘢咧，你炒够佢100年都可以继续炒啊！呢个系嗰个中国嗰、那个，我唔知系佢哋个文化定系佢哋个水准定系乜鬼嘢。所以咧，你话闷咧，人哋中意玩啊吹波啊，系咪先啊？即系啊，停咗三国都算冇嘢玩。Man Fat 话点会冇嘢玩啫？大天下间大把 game， 你同我惊，我唔惊啊！阿威要见到乐高喎、啊。一哀又空劳事前如粪土喎、哦，咁啊冇咁讲喎，我好想揽住几揽住100,000银落去呢一个棺材喎、哦，真系，哎嗱，原来已经见到佢哋喺晒出边呢个位啦，撞你个鬼，真系，好彩我有一只咁样翻嚟勤王咋，好彩我有啲部队行到过嚟睇睇佢，真系咁样样喎 ，back up 先，大佬，唔系讲笑 ，back up 先 ，back up 先。好恐怖！依家话几只啊？佢一个回合系咪行到过嚟啊？哦，佢啲吉噶喎，有啲部队系呢个咁样嘅国家，一定要铲爆佢。佢太多城啦，佢同埋佢喺度咧搞喺度搞风搞雨。我睇下有咩方法先。呢全部太温，不过我即系睇下先。嗱，呢度有只间谍啊，呢度呢只间谍我要搵人搞佢，搵呢个搞佢先上去。下面应该冇人敢过嚟住嘅，应该啊，咁我呢只可以翻去先啦，我觉得系嘛？死咁嗰啲人咧，因为 decimation。你先啊，呢只哇，边个省啊？一拎开咧就难搞啊 ！His Palace 应该系 His Palace 呢个省啊，呢个 Cordoba 啊，呢度已经系。Come, sit, share my fire. Thirsty for battle. 系嘛？系咪啊？Cordoba 应该 his palace 喎，咁计睇先，唔系喎，睇错喎，呢个 rivalry 呢两个 rivalry 应该系呢个咩喎 ？his palace 喎，呢个咩省啊？呢个唔关事啊，系喎，应该 his palace 喎，系咯，系 his palace， 翻去 his palace 先。即系落翻过翻对岸，
急急脚过翻嚟先，大佬。呢度啊 ，OK。唉，呢个要紧急征兵冇办法啦，真系。啊，依家廿只，咁样样，不过就危险啦。依家要再征多啲兵啊！呢度又要整多个围啊！呢度总你个鬼，结果都系唔可以三只行出去，结果都唔可以开多只。定系呢度战术性撤退咧？撤一撤落下边冇位咯、啊，想讲俾人进击噶、啊，只系会冇啊！你一个围保唔到咁多个，保到咁多个部队都系要生兵，要生兵，冇办法。散兵啦，散兵啦！呢队散兵啊，呢队俾啲兵过去先，可能下回合佢会过嚟都唔定，唔知佢个判定系点样样。六只我俾够十几只佢，啊俾埋佣兵佢啱啊，斧头兵。Deputy Raiders 啦，加埋两只，要几多只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啱。Get moving. OK. On the move, lads. 哇，付钱阴公，付钱啊 ！We need good fighters. 整咗几个剑兵先，有人话叫我收重税喎呢个回合。Ready for battle. 都要啊。都要，我睇下睇下北欧战况系点先。我好似话唔喐噶嘛，春天依家唔喐噶嘛，喐唔到啊。其实喐到嘅，不过会死好多人咯。佢依家啱行开，唔知佢会唔会再行开，再行开好啊。再回一回血先，我谂呢只可以行近啲，我觉得都唔系话完全唔行得嘅，因为佢呢度可以保兵呢个咁嘅位置。Is there nothing else? 其实可以行过嚟佢呢个边界嗰度先都得嘅，我觉得。不过就三只一齐饿死咯，会不都要啦。你要行，你有另外只嘢可以有两个选择噶嘛？你唔行，你冇啊，唔行冇运行。呢、这个褪一褪呢度，即系死少少嘅，相信保得晒。呢队难搞啲，呢队真系唔好行啊！呢队唔好行啊！呢队有一只孔子，十九只我系，我唔记得俾翻只佢，生翻只出嚟俾佢，十九只未 utilize， 真系唔记得。抌只咩俾你啦？抌只，唔系，依系佢俾兵，唔系咁样，啱啊啱啊，咁样样。Get moving. Thirsty for battle. 跟住梗系出 Steppy Raiders 啦，最快行得最快。哇，好似有其他兵种啊，系嘛？错觉。哇，呢只咩嚟？呢只 High health or excellent charge bonus 喎，咁犀利。我矛骑嚟嘅，矛骑唔用啦，矛骑。剑骑得两种，一种就系 Diamond 阵，一种就系 Steppy Raiders。我一定用 Steppy Raiders 最好用，加速嗰下好啊嘛。矛骑都冇得加速呢、这个，争啲啊！咁样样先啦，咁样先啦。佢啲维京人好鬼恶喎，我想讲，好鬼劲喎啲维京人，似乎睇落去唔知够唔够抽喎。我想铲咗啲。矛步兵去，不过又够平喎，呢啲都系唔好铲啊，由佢。唔好啊，其实铲咗好啊，都系唔好啊，冇钱啊，诶，又系呢个钱呢个字，钱呢个问题。哦，咁样样啊，我一只间谍摆喺一个城度望下先。呢只行上去睇睇，呢只行过嚟。啊，咁咪开晒灯咯，系嘛？哇，咩？一二三四喎，你会唔会多一剂？唔会太夸张？边个大城啊？上边大城喎、啊？哦，咁啊呢个城易入啲、啊，
点睇都系 Dance 个诚意入啲。Juice 呢个国家可能我要过去真系咁样样去偷佢个大城咧，令到佢会过翻嚟咧，咁会好啲。不过都系要等雪融，一春天都系未雪融，咁我咧应该收重税啊，我觉得收翻个八千几蚊先。但我减呢个士气减十八，哇！真系出事啊！炸炸佢先好、啊，会唔会啊？唔系我下回合开拖咯，仲炸？唔好啦，唔炸啦，顶住先啦、啊。非常时期啊，大佬，真系冇办法。出埋车先，呢个收埋重税都系八千几蚊，啊都系唔收啦，喂，由佢啦。我有两万蚊，仲有得顶下两下嘅。佢个前线士气唔够，嗰下惨啊，嗰下好出事。都唔知佢下回合会唔会再过嚟添、啊，可能我部队数目俾唔到佢信心，佢又过嚟搞我，好难搞啊呢、這个位，好难搞啊真系，真系唔易搞啊！我要执持我谷咁多队、啊，我啲经济建筑物又未到位，真系难搞啊！咁啊得翻万五蚊啦，啊 ，Alamans 啊，黄面喎、啊，喂又红面 ，Stepimania 咧？去咗边啊？哎，六面好在啫，我得翻一个 Stepimania 做我嘅一个好伙伴啊，冇啦，全部都红面嘅啦，依家冇计倾。呢啲啊咩啦？呢啲有得加嘅，呢啲关系有得加嘅，只要中途唔好突然间杀出个程咬金咧，有得加嘅啲关系，有嗰啲保护国啊，啊。end 香先啦，一哀啊！南梁手机版系啊，已经讲咗 ，Simon 整咗几多年、啊，十几年啦、啊。Not good， 听日可能唔睇、啊，好啊，冇问题啊。哦，间谍都系过嚟搞、啊，呢、這个正常啊。阿观众讲咩 ？K 话三角好烦交啊，系嘛？系咯，大红海都话系极正 ，Low B 话，哎呀，大红海冇啦，光荣将嗰啲资源抌晒落去大红海嗰只咩大红海五啊。讲你个鬼都唔好玩嘅，我玩过啦，啊，咪又喺嗰度咧，喺度刷星级刷人物啦，咁嘅样手机 game 咁啊，佢出手机嗰个啦，唔好玩嘅。大红海嗰阵时单机版好玩啊 ，GVO 都有玩过 ，GVO 嗰阵时都好沉迷 ，GVO 又系好好玩，好可惜。啊，春秋时间长、啊，啊，但系人哋唔整春秋，你吹唔着 OB One 民国，我知有个系唔啊？啊，空人行选点会唔多？啊、又是依家先得闲睇到笑啊 ！Skyfall 话系嘛？话佢咁样，哇！佢个电脑听到我讲嘢，肯定咁样塞住晒条路，我点行过咧？请问佢真系听到我讲嘢，肯定有冇可能咁样塞住条路？咩咩唔熟春秋？有冇段有段鼓舞痛苦、啊？系嘛？啊啊！再话呢类型策略 game 咧，无论出几一代，都系同一个时代背景，为玩不断变革嘅新系统，又讲得啱。进咗出十几集啊，集集个系统，几集嘅系统会一样，跟住咧突然间有一集嘅系统又唔同咗，之后啲人就闹，但闹完啲人又继续玩，就系咁啫嘛。成件事啊，三国志都系噶，我想同你讲，三国志系新旧嘅开发团队咧交替噶嘛，交替咁样去研发噶嘛，啊春秋五霸系嘛？耶、yeah, ！进展咗一年啦 ，Andy 话 ，Sebi Raiders Low B 话系轻骑嚟正面作战不利，但引兵包夹作战上上之选。我依家就系要玩呢样嘢啦，所以 Sebi Raiders 系最好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快啲加速 Andy， 齐桓公重送相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系嘛？啊呢、這个咩？仲有呢、這个咩？仲有好多噶，春秋时代有好多嘢，春秋战国一定系年 K 话。有二百几个国家 ，so bad 吓、啊，唔好再出续续集啦。Andy 话三国志俾佢安息。咩 friend 好想去泰国出新一集，但又完 Q 咗。好啦，佢炒唔起其他嘅话，其他嘅主题冇办法。啊，阿娃娃突然间整个仕途出嚟，搞乜鬼嘢咧？系咪呢个系咩嚟嘅 ？Not good 啦，中少介绍一定好玩，系嘛？咁捧场多谢你先，睇先。Assault Unit Failure Full Provision。哦，屎鬼咗九岁，哎，春天啊，会融雪咯，朋友仔，但我行唔行都埋佢，佢落晒水喎、啊，喂、哎，即系你打开个大髀俾我打啫，俾我上啫，呢、這个咁嘅城仔，哇，我得付咁多钱，
喂，睇睇先，真系行唔行到埋去啊？行到埋去，我讲佢落晒水，唔知做乜鬼嘢。可唔可以洗埋呢个城啊？其实得噶，我想讲，喂，真系得噶，佢冇人守啊，黐线，佢做乜鬼嘢？佢咪傻咗？佢真系傻咗，我觉得。喂，真系得。春天一融雪，大地回春，啊，保你平安，死鬼保平安。喂，佢，哇，好神奇啊！呢、這个 back up 先 ，back up 先 ，back up 先。真的很神奇，这个形势我不是很看得透，我想说、会不会有伏兵呢到底这里for the drive. Ready for battle. 他带他上岸要时间，我想说是吧，上岸他真的要时间，他大不了我就撤退，是不是啊？我觉得一隻在这里打，跟着两隻呢就在这里围，跟住咧，嗰两只嗱嗱声就上去呢一个大城嗰度咧，烧鬼埋佢，咁样有冇得谂啊？喂，有得谂喎，我话喂试下先，死扶咗啊，冇问题，试试佢先吓，我有走佬噶嘛，佢真系唔要城喎依家，哎呀唔够打喎、啊，佢个城咁鬼劲嘅喎，唔够打喎、啊，我捞捞佢先，又死，唔好浪费我哋嘅行动力，你试下，我睇下个 backup 去咗边度？呢个应该呢个，我好贪心，我想一个回合咧烧晒佢所有城，我实在太贪心。不过咧，做人系你打啲战略 game 系有阵时要搏一搏个贪心啲嘢要，因为你寸毛进展嘅你个游戏进度。Falcon Hello 冇事嘅系嘛 ？Falcon Hello 欢迎你啊，有埋伏。佢个城咧个城多部队啫，就唔系有埋伏嘅。Lobby 啊，系啊，泰国五都好正啊！以前嘅暗荣真系冇得输啊嘛。立 so bad， 有冇人觉得三月十三都系垃圾？唔知啊，我唔会有太大期望咯，但亦都唔好咁快失望住咯。即系以前吹到三个月十一、十二几好玩，咁其实我觉得你玩到咁上下，好快你会发现呢个 game 咧已经玩完，好快你俾你玩完。即系唔好有太大期望，即系会好啲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嘛。其实集集出都系咁讲噶啦，我由嗰阵时由三个字几啊，我由三个字，我由三个字三开始玩嘅，细细个一路玩落去都知啦，其实都知佢挺嘢啦，集集都系旧瓶新酒系嘛？两只围围佢先，啊 ，John 话唔好俾希望落去呢句真系嘅加十啊呢句系咪先？好睇下先，嗱依家够打啊，两只围佢。啊！我啊烧咗呢个城先啦，佢唔要啊呢、這个城，咁啊梗系我唔客气啦，系咪先？飞狂一入嚟就捞喎，我捞过啊，捞过两次咧，今日我死好多、啊，我士气唔够啊，梗系。成 race 啊！好 K， 跟住我想呢只 race 喎，呢只点计都系呢只。完整啲啦，哎呀唔得喎，呢只啊唔系我要想要加士气喎又，你都驻扎唔到噶啦，反正你 race 啊不如，搞掂，加翻少士气先，廿五士气好恶顶，好恶顶，好恶顶，呢度你估打唔打死佢啊嗱，呢个咁嘅小部队可能打唔死，试试佢先啊，又 back up 啦喂，又 back up。我 back up 咗卅几次啦，原来太劲啦！嗱，佢幻觉嚟嘅，吓我唔到嘅，系嘛？我话我玩只系玩 NDS 三国志喎，咁够打？诶、啱啱好啊，话你听，真系啱啱好啊，真系。不过会重伤应该冇问题啊，烧佢两个城好好啊 ，auto aggressive 搞掂。跟住我該嗱，我就算依家我俾佢打退咧，我過去翻去呢個咧法國嗰、那個嗰度咧，再燒埋佢丁燒個城咧，佢又失住技咋，佢冇城啊。跟住咧，我咧轉頭咧 ，Juice 咧，我可以走都得噶嘛 ，Juice 我唔搞佢都得噶嘛。啊，嗰啲船咧有證借喎，買證借喎，不過唔緊要啦，船啫 ，send away 先，走啦佢哋船都。睇先，
好，烧埋佢。喂，搞掂晒，冇交嗌啊！佢阵间上岸会捉我嘅，我可以撤退啊。其实我不过我唔知道我撤退喺边。不过有问题咧，佢上岸咧，佢要移动力，佢追到一次追唔到我两次，所以我撤退都冇问题。咁我呢只间谍咧，梗系去个大城度望啦，睇下佢大城有冇兵先啦、啊，应该都冇噶啦。有一只、啊，有只船喺度可能，咁可能难搞啲、啊。呢只睇下呢个急行军过嚟呢度先。我睇下点追，我睇你追得边只，我三只都唔同位，哎，搞埋只间谍先，哇，冚宝啊，呢个 hero 嚟嘅，英雄啊，睇下杀埋个英雄先，一定要搞呢啲，好、哦、搞掂，手皮啊佢，好嘢，哇，呢、這个维京啊，已经烧咗一半咯，剩翻个大城，佢部队傻佬走落水喺度玩水卖萌，抵死嘅真系。咁样样啊，呢度就咁先啦。哇，我啲尺子都好犀利，六千几蚊啊，好鬼贵啊！啲部队有冇间谍啊？有冇间谍？但系咧，好鬼多部队，我要望一望嗰啲部队到底行咗去边咧。头先有三只喺度噶，冇理由唔见晒喎。check check 先喺下边喎，嗱，望望先啦。check 一 check， 我喺度，咁样搞，缩翻转头啦，嗱。佢見到我多部隊，就縮翻轉頭，搞咗呢個間諜先。殺唔殺得死？睇睇先。哎呀！我兩隻喎、啊。哎呀，出事啦！哎呀，我只間諜，喂唔係，哎呀，我只 Assassin Creed 俾人搞掂咗喎，竟然，竟然係咁。我會唔會死咗？我睇睇佢咪死咗先，冇死到。又是重伤了没死到这样样出事添间谍哎呀我搞不晒他的间谍了现在早知我杀他的英雄先啦他的英雄很难搞啊 Ready for battle. Thirsty for battle. 出事添 Come fight with us. 整埋剑步这一剑步仲有没有用我想问可能没有了哇！你黐线，全部都系呢啲 tattoo 嚟嘅，58装甲喎、啊，喂，会唔会恶得滞？剑步真系冇乜用喎、啊，睇嚟。请翻啲 Steppy Raiders 出嚟好喎、啊，哇！依家系极度付钱啊！依家，同埋士气都唔多够啊，好似，使唔使炸炸佢先？炸一炸佢好喎。有冇鞋啊？冇鞋着。整件甲啦，甲乸衣，呢条棍 ，engineer 有啲咁嘅嘢嘅咩？从来都唔知，咁样再炸，诶、哎，哇，又我呢啲其实冇乜所谓，反正用唔着，整件甲俾你着下，好少话开买牙打，买牙打都唔系靠呢啲装备啦。78 decimate 咗会点啊？加16个加住先都好。真系埋牙嗰阵时就濑嘢，好似头先咁啲士气唔多够，人一打啊打扣劲多嗰啲血。Ready for battle. 再炸啦，炸埋佢。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其实精兵速度可以再快啲嘅，不过精呢啲废嘢我又唔想精，真系。For the gods. 咁样算啦，哇，真系付钱啊！好噶咯喎，咁样样啊？不如征兵加速啦，定系整个重税先啊？重税会收到几多钱？我想问，重税都系收3000几蚊咋？哇！我咁样破咗产喎，喺度玩嗰个征税嗰嚿嘢喎，傻！哎呀，真系呢次难搞啊！对面咁样杀埋嚟，大佬真系买去怕呢次，两只又谂住蠢蠢欲动，第三只唔见咗，冇理由噶。第三隻唔见咗喎，咁佢都係得两隻过嚟嗰咗喎，係咪咁我係咪可以適量铲返啲雇佣兵呢睇下先我呢度好明显得个摆字全部都係马骑工。铲返啲佣兵好喎好鬼贵佣兵200几呢隻300几铲咗佢先。呢啲平有佢。我整啲咁嘅垃圾，
好用啊！弓箭手，哎，整两只。Make your ancestors proud for the gods。你又整两只马骑弓啊，顶住先啦，冇办法，真系呢啲贵喎，啲 hurtless 乜用呢啲？铲呢两只先，铲两只。头先系靠吓嘅啫，而家要铲啦，要铲佢先。应该唔敢过嚟啩？佢只眼又敢过嚟，我又要再经过阴公。哎呀，真系难搞啊！呢度好难搞啊！哇，付4000蚊，好难搞。仲起嘢唔起啦，冇钱啦，朋友，仲起嘢。我、哦、呢、這个要起喎、啊，喂，呢个紧要、啊，加收入喎、啊，呢、這个加好多收入喎、啊，你把加几嚿水先。呢个又卡喎、啊，呢啲要起喎、啊，冇计啦。哇，呢、這个又要起，样样都要起，要加200蚊就算数啦，真系冇咁多钱，大佬。哇，冇啦，到9000蚊，到手啦，4000蚊，冇啦，到手啦，完结啦，负债啦，负债经营啦，呢次真系出事啦，出事啦，阵间可能要搵个地方住住宅。莱茵河呢度啊，嗱，无敌莱茵河有个位咧，无敌海景啦，嗱，个河景咧可以咧住宅三只咧企埋一齐咧有钱收，不过有排都未到，我依家仲喺呢度。又嚟紧，大佬好难搞，阴公啊！哇，我都唔知道加乜好 ，integrity 啦，咁样加啦，相加啦，咁啦，我冇乜士气嘅呢队，得30几嘅，佢啲内政建筑物太多啦，佢个个就喺度织布，无心恋战 ，OK， 点搞啊？负债经营喎、哦，呢、這个做乜鬼嘢咁样嘅？咩事啊 ？Office given to subordinate 喎、哦、，more influential than the ruler 喎、哦，咁你又唔啱啦！即刻揾个老婆先啦，同你整个继母先啦，定系有咩搞啊？冇啦，揾继母啦你，喂，揾咩继母？揾个老婆，揾继母，呢、這个都可以揾老婆喎、哦，再生多件大佬，差六岁啦，至少少少啦。36岁仲搞嘢，大佬真系我睇唔过眼。睇先，仲有啲咩人出事啊？呢个出出地事，佢一65点，我嘅王几多点啊？其实我想睇下，59喎，哦咁样样喎、啊，以此为戒喎、啊，要哇呢、這个都59喎、啊，呢、這个要揿佢喎，Office given to subordinate 就唔系第一日嘅事啦，俾个 office 去做啦，呢、這个都可以做 office 喎。做咗呢个咩？做咗官之后咧，佢嗰啲点数咧会 hold 住咧，佢唔会加咁快嘅。咁样嘅话咧，对我有用，可以好好咁控制啲神下嘅点数，令到佢唔会咁容易作反。即嗰个影响力点数，呢、這个话搵老婆第一件事。真系唔好怠慢，呢啲揾唔到老公噶啦，呢啲揿唔到，冇朋友空人，帮唔到佢喺国际上面揾个靓仔，冇办法啊！做得空人嘅女人咧，注定凄惨嘅下场。有冇遗言啊？冇遗言揿 end 咗咯，好恐怖啊！呢个 turn 大佬，阿观众讲咩先？受宠上 not good， 我冇揿啊！三文大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又大战略啊 ！Not good 话劲嘅死咗，嗰只刺客咪劲飞起，系咯，滋滋咯，啊，出现财政问题咯，嗰啲咩共济会快啲俾啲钱我，大佬 Falcon 搵老婆变搞老母、啊，大战略系嘛？我谂紧大战略应该要玩一下，就系呢啲咁嘅 game 啊！帮我谂佢先啦，依家都呢排都有啲战略游戏排紧队嘅。啊，即系同埋我战略大战略，我要上一上手先，真系啊！睇下 Hitbox 讲咩先啊？呢、這个咩啊？睇下，哎，哇！哎，呢、這个我要望望啊！哇哇，哎 ，Daisy 翻嚟啦，佢知出事啊！但系我已经使咗佢成咯，啊咩？睇下观众讲咩？哎，哇！咁神奇啊！你 Juice 走去嗰度啊，又行嚟行去，唔知做乜鬼嘢？哦，佢成日都玩，肯定塞埋佢喺佢个大城嗰度嗱，全部翻晒佢啊！
肯定佢会咁做啊，都100%肯定噶啦，几乎佢唔会追我啊。佢见到佢冇晒成啦嘛，一定翻去搜啊。呢个电脑行为模式啊，原唱了 Sky 话 K 话几正，收重税收咗好耐啦 ，Andy 迟早要还。硬着 Lockman Fred 啊，咩 Joe Surface 啊，咩讲乜鬼嘢嗰个 King Smiley 啊，走咗我估佢。阿太太死咗，哇又过嚟，嗱又倒数啦，嗱又倒数啦。佢一步一步咁行过嚟，转头会过晒你噶啦。啊死咗啦！阿提拉上一集俾人刺杀啦 ，Lobby 阿提拉俾 Assassin 杀死咗，就 Cop 我呢个咩嚟呢个？望望先，好迷喎呢件咁嘅衫嚟喎呢件，我 OK 喎呢件衫嚟喎呢件，武装件衫嚟喎呢个，我 OK 喎呢个有创意喎、啊、真系啊 K 新晒你。咁都新嚟啊 ！Sky 话玩红色警戒二和三，玩得太旧啦。啊 ，King Smiley 仲喺度讲，我有冇人知佢讲咩文啊？喂 ，Hello，Welcome，King Smiley，Can you speak English？ 阿 Low B 话一定红警二正啲喎，系嘛？喂，有人有间谍搞我失败咗喎佢，咁样哇，一水都死埋，呢个咩啊？呢个，哎呀，咁样冇点数喎，佢冇点数啊！咁啊 ，forget 完啦，都系 take her hand 啦 ，take her hand，OK，、okay, 好嘢，又有老婆啦。咁样睇先，哇，佢嗰对原地原封不动，佢决定，喂又喂，你秋天已经落雪，我点行埋嚟咧？请问你会唔会太难打咧？同埋我数下有几多人先，17，啲水嚟嘅啫系嘛，海我唔计喎，14、17哇，都三大队、哦，我可能唔够佢嚟呢度，会唔会太劲啊 ？Juice， 你会唔会太劲？我唔够你玩、哦，你啲人要行开先得、哦，我你唔行开，我过唔到你、哦，我可能使唔到佢、哦，佢归咗喺呢一个咩、哦？归咗喺呢一个北欧大本营、哦，有落雪，即系一年里面得一个夏天可以行埋去，黐线点行啊喂！会不会太劲啊？佢会不会守得太靓啊？呢啲打维京人要用船嘅喎，睇嚟都话我最唔擅长登陆战，真系你好难入去嘅喂，真系好难入喎。点睇啊？不如走啦，唔好理佢啦呢个咁嘅傻佬，多个唔多少个唔少，我去走去洗其他人会唔会好啲？我觉得我当务之急，我翻翻来一河咧收下钱先，大佬好鬼贵啊啲钱，真系系嘛？不如走啦，算系咁上下啦，咁话 not good 咁惊啊 ？Yes 喎，咩啊？边个 Smiley 话 yes 喎？啊 ？Can speak English？ 啊、I can't read your language， you know？ 啊、if you speak English， then we all understand。啊，有个 K 话英文高手召唤 Andy 国父转眼空虚，系咯？建议走 Obi Wan 系嘛？走啦 ，Penny 走啦，又卡又九冲。九冲咁走，都要走啦！我觉得浪漫带登陆唔得，我嗱，如果佢唔系雪地咧，我都仲会过去吓、啊，过去三只咁驻扎住咧斗望都可以。但系佢雪地得一每年得一个回合，你可以过去，大佬边够你玩啊！真系唔够你玩，走啦都系，走啦走啦走啦，走佬为上，我睇下先，睇下点走法。走得唔远喎，冬天又到咯，朋友，我急行军，不如急行军咗冬天之后先驻扎啊，因为走唔切，走唔到远啊。趁秋天啊，我仲有两季可以走，我咁我啲间谍拉翻翻嚟啦，啲间谍，我呢度放弃啦，呢度全面撤走啦，北欧都唔系省油的灯啊。OK， 睇先诶，点去边度好啊？莱茵河啊，冬天有急行军过埋呢度驻扎好、啊，有钱收下、啊，真系会唔会啊？我可以行几远呢？我望下先过嚟呢度。我哋想去下一个目标喺边度呢？杀埋阿丁沙，佢得一个城咋，杀埋佢咧，芙蓉又好，乜都好，啊、可以嘅，揿一揿，确定下嘅，佢得呢个小城啫，杀到佢咧，咁我又攞分啦。咁啊 ，Ding 就可以做埋我个契弟咧，咁咧又少个威胁咧，会好啲，我觉得。跟住咧，我可能会翻翻嚟呢一个 Chippewa 半岛度咧，拆炸弹可能啊，睇下添，睇下
睇下点啦。依家一见步行步啦，冇得谂咁多啦。其实啊，佢又降啊，哇，又降13啲士气阴功，真系好难搞啊！呢啲大佬 ，decimation 啊，不如急行军住 decimate 啦，我哋我。可以再冲出去，再行远啲先。我系想嚟呢度，我嚟到呢度冇啦，系咁多。OK， making cut。我咧记得咧呢度咧有个位咧可以俾三队摆喺度嘅，一二系嘛，一二三可以摆喺度啦。呢度可以收下钱先，大佬。呢啲国家唔灭佢住啦，我可以偷顺条气。不过其实 session 得一个咩啫噃？Sessions 都一个城啫，同埋呢个 Franks 都系得一个城啫，应该谂下有一打喎，其实可以打喎。我觉得灭咗 Dings 会急切啲，行过望下咯。Sessions 冇兵噶，想讲谂下，唯有都谂得过。Sessions 系咪得一个城啫？喂，睇下先，大家有冇盟友啊？睇下先。Sessions， 唔係 Session 而 Sessions。佢盟友係 Angles 喎。咁、so、即係 Angles， 我選 Sessions，Angles 就會決定咧到底係幫邊個啦。咁佢有冇其他敵人？高盧、Alamans， 只要我說服高盧人或者 Alamans 咧，可以透過佢過橋，我都可以當單獨拆 Sessions 出嚟。嘅呢啲咁嘅靚。龙巴地呢都可以输埋佢啦，系嘛？龙巴地唔系喎，龙巴地两个城喎，难搞喎。Sessions 有另外两个城喎 ，Sessions 撞你个鬼咁多城喎 ，Sessions，Franks 反而 Franks 得一个城 ，Franks 啦 ，Franks 系咪得一个城啊？确定下先，外交版面。You have the ear of my people. Do not waste words. 佢有咩盟友啊？呢个系盟友喎、啊，哇！佢冇敌人，即系我一算佢又会同呢个 Abdinians 打、啊。Abdinians， 我唔话 Abdinians。Gods of the afterlife, spare my ass. Well, why do you trouble my? 佢都好大喎、啊，我想讲。佢 string ranking 都九喎、啊，都唔好乱嘢喎。算啦，算啦，唔好啦，都系转头先，唔好乱嚟。呢啲都唔系省油的灯啊！走啦。On our way。要过埋嚟先呢度。冬天可唔可以狗冲到过嚟咧？都应该得嘅，不过死好多人都应该。咁样先冇办法，咁样先啦，咁样先啦，全面撤走。佢应该唔会追我啦，相信。呢啲唔知道有冇打緊仗佢哋？哎，先啊，咁啊先啦。呢、這個啊北歐就冇啊，嗰度唔入去啦，嗰度入去難度太高。跟住我啲，咦，佢間諜行開咗，冇理由。哇，呢度係咪倒數啦？喂，係咪會過嚟啊？哎，我唔記得 back up 啊，呢個彎，唔好意思啊 ，back up 先，呢、這個 safe。back 個靚 up， 跟住咧。好难搞，又付钱，人又老，钱又冇啊！阿提拉又走埋路，仲起啊？唔好起啦，唔好起啦，真系唔好起啦！喂，大佬，冇钱仲起，二十，争少少先二十喎，佢三只喎呢度，真系三只满编嘅喎，黐线嘅喎佢，佢真系三只满编嘅喎，想点啊？我唔够你嚟喎。边有咁多钱啊，大佬？呢度再征，真系冇咁多钱咯，唔够你嚟喎，大佬。We need good fighters for the tribe. 哈，边够你嚟啊，大佬？马其工又要钱，大佬。已经收紧重税啦，呢度真系会破产嘅，你咁样玩法，唔通要走佬？要四只走佬，佢又会咁样再过嚟嘅，
唔同佢搏好啊，同唔同佢搏埋佢好啊？呢一刻我需要有个地方咧稳定企喺度咧收下钱啊！咦，300蚊呢啲又贵得滞真系。Ready for battle. Come, sit, share my fire. 出埋呢弯啊！出埋呢弯。For the gods. 佢呢三只竟然太睇中我上边，唔系睇中下边，唔通转晒口风？唔通转晒口风去上水上边啲人系想 ？Yes。呢个间谍我系想搞呢个间谍先，我又过唔到去睇喎，一间谍都唔够人玩，唔够人数，好难搞依家。睇下先，谈和得唔得？我好少同人讲谈和噶，但系呢个时候我真系需要少少时间。可唔可以俾我谈谈和啊？喂，老啦，谈唔到和，好难搞，好难搞呢三只。其实唔系呢三只难搞，系喺后边上嘅成打人难搞嘛。嗰度肯定伏晒喺度啊。Stephen Ming 又可唔可以谈和啊？唔系可唔可以同盟啊？可唔可以揾佢帮帮我啊？睇先。On behalf of our people, welcome. No aggression, 都系 low， 冇朋友，空人真系冇朋友。唉，难搞，难搞，难搞，好难搞。睇先，加呢个啦，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其实。Warriors all， 都会出兵噶啦，冇得拣啦。整两只垃圾步兵船，真系冇钱嗱，800蚊我尽噶啦，喂，尽啦，负12000啊，冇啦，仲有得玩？冇啦，真系尽啦，冇啦，死啊，真系冇计啊，点搞啊？而家我系咪研发晒啦？嗰啲军事科技，好似研发晒我个 victory。16个啦，研发晒，我搞下内政呢个又揿唔到，呢又10000蚊，鬼贵嘅大佬。佢好似话要起 Royal Yacht 喎，研发定先。433年，仲有17年，哇系，我唔记得睇，有啲咩要我起噶？喂，大佬 ，Royal Yacht，Archers and Cannon，Outfitter Cam 喎，乜鬼咁鬼错添 ？Lancers and Cannon。Outfitter Cam 好似有噶咯噃，啲内政嗰啲建筑嚟喎。Outfitter Cam 系呢一个咩嘛？射箭啊嘛，即系嗰啲箭袋啊，整啲箭啊嗰啲咁样。Outfitter Cam， Lancers and Cannon， 哇，要研发咗25000，所以最后都系要种田。我想讲，空人最后都系要种田呢、這个啊。Outfitter Cam 呢个、啊。即系 Royal Yacht 呢个加埋呢个 Outfitter Cam 咁、样样、咁啊梗系揿呢个先啦，点计都系呢个有啲用，我觉得呢、个揿完到呢、个，跟住揿埋呢个搞掂。所以呢个 Glorious Triumph 系做唔到噶，我想讲佢所需要嗰个建筑就太多啦，好多太多啦，呢啲我起唔晒啊！你就算咧做其他做到咧，你啲科技未必去到啊！即系你要长年征战，你冇啊！冇办法，咁我即系呢回合唔使起嘢啦，起唔到嘢，炸炸佢先。Decimation。For the gods. For the tribe. 哇！一收桶水红字即刻，哎呀，咁我个行军嗰几队一定咩咯，出事啦，肯定。我睇睇先，我睇下行军嗰地几队嗰个视野系咪出咗事啊，已经。睇先，呢个 decimation 啦，呢个冇喎，16，挨住过去先啦，应该顶得顺嘅，冬天啊，不过都
哇！依家突然间好恶等，好恶顶，好恶等。喂，二中城，我搞乜鬼 ？Office given subordinate， 哇！呢、這个叛乱啊，呢、這个哈哈出事啊！搵人加加中城得唔得？紧急喎、啊、呢、這个，我睇下先，有冇人有点数？呢、這个哇！我突然间依家突然间难度提升咗喎、啊，依一刻。因为内忧外患，依家真系一齐出晒嚟，47有加中城先，呢、這个好重要，叛乱啊佢，跟住仲有冇啊？仲有冇可以加下啲 support 啊？几多 support 帮我？七四又 get 分到 support 嚟，都冇计喎呢啲大佬，好啊冇点数，冇人 get 到 support 喎、啊，好啦冇啊冇，有佢先啦，有佢先。Thirsty for battle！ 啊，睇下今个回合系咪倒数完毕咧，就去俾佢打啊！睇下点先。啊，观众讲咩先？啊，靠盟友、啊、，not good 冇盟友，冇朋友、啊，空人都系啊，话东少盟友，确定靠呢个咁嘅盟友、啊。C 咩 ？C C D D game 话、啊、诶，不要钱发展嘛？哇，呢个系咩、啊？大陆朋友。翻到场嚟睇 Twitch 喎，好嘢喎，厉害喎，定系唔系大陆朋友呢、這个啊？你好啊，欢迎你，阿、啊、Simon 再嚟呢个大战略系嘛？呢、這个系嘛？呢、這个唔系、啊，太平洋之南呢、啊這个系啊，第二只 game 嚟 Falcon， 冇啦冇啦，养草光养速讲乜鬼嘢？偷光养晦系嘛？草光养速，哎。嗱、啊、佢、啊、我一行开咧，佢又落翻嚟啦，你咪行咯，追我一笨。即系 Hitbox 讲咩啊？喂，大佬死咗阿提拉阿 Ness 唔使爆粗嘅，我想讲俾人刺杀，进度又系得一年今晚，大佬好鬼难打啊！依家快啲食 B， 快啲 BBQ 食多几串串烧。Andy 话：诶、欸，佢走，诶、欸，好啊，佢走啦，终于佢走啦，佢走啦。Lobby 黑人无法占城，只能游牧。突然转话题，长门点拆？讲呢啲 Lobby 阿提拉。新婚嗰阵时咩睡梦中鼻腔配管爆裂、哦，血液倒流窒息而死、哦，咁犀利。由于阿提拉饮酒过多引起，咁犀利原来。哎，佢走啦喂，原来好嘢。啊 ，Andy 主戏 M D M M game， 啊呢、這个Stronghold 真系随时出事啊 ，John 啊你，哎嗱阿 John 啊知我咩叫 Stronghold 啊嗱，阿 John 真系知啊 ，Stronghold 随时出事，你讲得啱啊真系。因为你冇咁多资源咧，堆到咁多个前线咧，咁你 stronghold 其中一样嘢就系你个前线稳阵，你一定要俾到人哋压力。但系个问题，依家呢个咧伊比利半岛呢个地理咧，呢个地势咧，哎呀，哎呀，点解？哎呀，出事啦！出事啦！减一添，出事啦！出事啦！我睇睇个内阁先。二中城系咪要个王过去帮佢呢？哎呀，出事啊！呢、這个二中城再储多啲点数，再储多啲点数帮帮佢先，定系暗杀咗佢算数啊？64岁，喂，其实有得暗杀嘅，我想讲好过瘾嘅呢只 game。转头先谂啦，呢、這个冇办法啊！啊，不过够钟啦，倾埋计 end game 啦，好唔好啊？今日。end 今日完啦，唔系 end game 啊，唔会 end game 啊呢、這个打埋先啊呢、這个国家太穷民不聊生 ，Andy 叛乱成日出交重税 ，man fat 吓咩啊？老神子 Ruga 都要暗杀系嘛？系咯，阿 Andy 讲得啱，阿话东少好似九啊几级都冇长门、啊，我系呢个100级我先有长门呀。我呢个提督咧，副级8级啊，99级都未有啊，所以你话冇长门冇长门咯 ，so what 系咪先啊？破街、啊、，hello 啊，哇，破街个名好、啊，养精蓄锐，手操星星自赏咩？讲咩喂？养精蓄锐系嘛 ？Simon Stronghold 啊？呢、这个就唔系讲紧呢只 game， 系讲紧个玩法啫。阿话九点半啦，收皮啦，系嘛？啊，观众佢够钟叫我催我收皮啦。John 话搞掂老嘢，呢、这个下次啊，下次搞啦，因为依家搞完唔会 save 啊，系冇 save， 要冇得手动 save 啊嘛。我哋依家 legendary mode 嚟噶，俾大家再睇多次，系
系啦，你唔可以喺 legendary difficulty 度 save 噶，系自动 save， 所以咧依家做完系唔会 save 啊，系要 end turn 先 save， 所以冇办法啊。今晚系咁先好唔好啊？咁多谢大家收睇啦，啊，祝大晚，我听晚继续呢一个咧空人赤字打埋先埋街，唔好啦，喂九点半啊，啊唔阻大家时间。乜哥有冇得转黄、啊？喂，好问题、啊，啊睇埋呢个先，我想知、啊，我内阁有啲嘢唔系好熟，喂可以、啊。诶、哎，喂，呢、這个继承人啫，唔系嗱，你转王咧，你揿佢做继承人，系嘛？跟住咁会点啊？佢话喂，话喺紧急加忠诚、哦，做咗继承人之后加变咗四忠诚、哦，啊，诶、哎，咁 OK 喎、哦。当你冇点数嘅时候，诶、哎，唔好打我住，你又做我继承人咁样，黐线。不过会有连锁效应噶，有啲人会 like， 有啲人 dislike 噶，我 check 先。可能都冇乜事喎、啊，想讲会唔会啊？冇啊，冇人反对，可能老屎忽咧呢啲，老屎忽唔同啲嘅、啊，大家都信服佢啊，可能啦、啊，依家唔得啊，有啲人冇咗啦，嗱，四忠诚呢啲，啲老其他老屎忽不满啊，啊咁样样咯，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其实，不过啊，我就唔系好想啊，用呢个方法嘅话，咁样样都系四忠诚啫嘛，系嘛？啊点啊，听日再嚟啦，好唔好啊？吓，听日再算啦，好唔好啊 ？K 几时一齐玩 AOC 喎？咪真系好想同我玩 AOC 咩？可以阵间开场喎，阵间我邀你哋入嚟开场啊，好唔好啊？啊，你真系或者揾个诶、我譬如可能播完阿提拉咧，真系揾翻几日玩下 AOC 咯，好唔好啊？吓，咁样咯，好唔好啊？吓，迟啲玩，我记得阿杂 c 想玩嘛 ，K 又想玩嘛 ，AOC 得啊，记得噶。啊！鞠躬尽瘁，得到啲咩都系暗杀。收台做功课系咪 ？Sky 好啦，咁唔阻大家啦，好唔好啊？咁我哋今晚系咁先啦，祝大家晚安，听晚见啦，拜拜。